红色的香油箱被人掉在路边，锁头被撬开，入面的善款已经不见了。星期六朝早九点几，葵涌石牌街七圣宫不见了一个香油箱，职员报警求助，最后在庙外30米的路边找到他。警员翻查闭路电视，发现曾经有一个戴着cap帽和口罩的男人潜入庙内，怀疑他和案件有关。